赶到苗栗白沙屯火车站，将这名84岁的阿嬷紧急送医，因为她和妹妹两个人搭上莒光号，车门关起，列车启动时，她竟然打开车门跳车，摔在月台上。跳下来了，刚好就在那就停，阿嬷跳车被拖行了约10公尺远，事发太突然，在月台上的工作人员完全来不及阻止，先用无线电大喊要列车停车，然后上前将跳车的阿嬷扶起来，和她一起搭车的妹妹也跟着下车。阿嬷手脚擦伤，头摔到地上肿起来，被送医治疗。我门已经关起来了，是，我从前面走过来嘛，走到后面嘛，是，门已经关起来，车子。已经开门，已经开了。对，他把他跳下来，一个跳下来，一个扶着他。车站人员目击阿嬷跳车还心有余悸。根据了解，阿嬷和他的妹妹从新竹搭火车到苗栗白沙屯要去拜拜，回程搭上莒光号，莒光号又是旧款的车型，车门是折叠式的，乘客可以从里面打开。阿嬷疑似是搭错车了，才会拉开车门跳车。关起来之后，乘客可以自己打开来了，可以折叠门啊。台铁人员提醒，如果搭错车或是坐过站，不要紧张，搭到下一站可以免费搭回原车站，千万不要在列车行进时跳车。华视新闻，熊猫张春峰、吴少卿苗栗报道。